猫山王冰皮榴莲的月饼，39.9块足足到手两盒，一盒是四个的，一共到手八包。榴莲的果肉含量大于等于45%以上，用的都是安家的黄油。他用的都是海藻糖，喜欢吃糯叽叽的，喜欢吃这种榴莲口味的，你要尝这个。中秋节没吃过，我又囤了两箱。